谁是当今全球最酷的男人呢？根据呢男性杂志5月30号所发布的酷王排行榜，第一名啊呢是英国王子哈利，他是当今的酷王之王。哈利呢现年25岁，前几年呢是因为年少轻狂，而且呢爱去夜店，搞得是形象大坏。那么入伍之后呢，从军入伍，那么这个杂志呢就形容说，这个哈利呢是军人、大使、马球选手跟花花公子，而且还说呢，哈利在阿富汗服役的期间表现很好，那么把他的负面形象给扭转过来。那么第二名是谁呢？他是《暮光之城》系列电影的男主角，也就是当红偶像劳勃·派廷森。另外，网球天王费德勒呢是第14名，高球天王劳夫·伍兹是第38名。